骑机车的这一名骑士戴着红色安全帽，行经高雄三多二路这一个路口，在往前骑大约100公尺之后，因为不明原因自摔。而这一名骑士摔倒的时候，后方的机车骑士来不及闪避撞上，两人也都摔伤了。不过戴着红色安全帽的这一名机车骑士送医之后，因为伤重不治身亡，而他的身份也曝光了，他是在台湾和亚洲都享有盛名的艺术创作者，当代艺术家石敬华。三多二路，石男不明原因自摔，后方同向陈男骑乘重机车，疑似碰撞石男后亦摔车自肇事。本案中两名机车骑士均多处擦挫伤，送医治疗，陈男无大碍，石男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。因为自摔遇上车祸不治的消息，在艺术界当中传开，享受60岁，也让台湾的艺术界痛失一名英才。